门口了。然后开不掉。到达。Hello， 朋友们。我前几天呢，我男朋友过来看我，就说可能就来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是异地恋嘛，然后来到我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他就想过来看一下什么的。然后待了几天，待了两天，他现在马上就要出来了，然后我在这个门口要来接他，马上就要见到他了，他要我去接他，这个车还迟到了5分钟。看见他了，看见他了，就在那里。遇到狗不敢说话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到了，很 man， 就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说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，这个人还不听我，能不能矮一点？这样子就好像我好搞笑。那我蹲下来一点， okay. 然后开不掉，尴尬了。你走路像熊猫。噔噔，这个我们那个这里移动都是那个。现在我们要先去吃晚饭。我看你哪出事，我让你边拍边唱歌边跑步。对啊，然后你不是很喜欢吗？还有很多素材。现在呢，你就觉得我丢人。左边右边，因为我觉得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顾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火锅了，真的是，米兰真的到处都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。哼。现在我们到了，就在这里。宝贝，请你看路好吗？撞着玻璃啊！到达。算了。看，现在我们到了，就在这儿。刺激了。走吧。要跟人干死吧？要累吗？我有。进去吧。你也要芝麻酱。薛康乐不是芝麻酱、花生酱。薛康乐他妈这两个他妈他是一起玩的，这个虾。你弄一个吧，你弄一个给拿过来给我。不要，好吗？一点菜都还没有。笑死我了！现在来个答题问卷，你现在问你。一些问题，看看你对我到底了解不了解。你说吧。我最喜欢车来了。你真的是个傻子，现在怎么感觉像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情侣博主有哪一些？你能讲出来吗？我不能讲出来。你知道的，有些人我都发视频给你看。Vicky。Vicky 和谁啊？和迪乐。然后呢？然后。你都和那个什么宝剑嫂，然后呢？还有个谁 ？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到了多蒙。现在我们要逛个街，这里面。然后我们现在在 LV 的电梯里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下去，你的体重过了。你有病吧你，他要走掉了，他要离我而去，好过分。走了，拜拜。进去吧。好，走了，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就要走了。拜拜。今天去逛一下街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衣服啊什么的，然后跟我这边的一个，就是说跟我一起从那个地方上来的朋友去看一看，好吗？然后把这个拿掉。
在就出去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OOTD， 我就戴了一个平光镜，然后穿了一个这个外套，因为有点冷，然后是这样子的。